建中学毕业典礼现在开始。谨代表全体师生表示热烈的欢迎与衷心的感谢。过去几年经历过一些挑战，一些困难，这种挑战困难以不同的方式出现，其实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。真扎实使昔日的客人成为社会新的主人，这个就是教育的原意。再一次，我谨代表全体毕业生感恩母校多年来的悉心培养，正如牌匾下面的一行小字，福中校园满活力，教育英才创未来。多谢。我们会带着六年所学的知识和道理离开母校，成为漫天夜空中的繁星。今天是6月24日，我们毕业了。